姥姥，你知道摊子鸡吗？网友都叫你做哎。啊，摊子鸡啊，我知道是知道，不知道叫什么东西。姥姥，这次你不会两口就丢大喽。你等着，姥姥给他们上一课。姥姥，你用这么大坛子做的能好吃吗？你以为姥姥坛子里是放鸡啊？还有红薯玉米来。姥姥，这鸡里面还要放柠檬啊？是啊，放点柠檬才会更香哦。姥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坛子鸡啊。姥姥，你这样做我还是第一次见嘞。你就知道香吗？哇，好香啊！姥姥，这看着就好吃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好香啊，姥姥。好吃，多吃点啊。好。嗯，好吃。香喷喷的，姥姥。